夫人，你说这达来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跟公主单聊啊？不知道啊。嗯，要不我去偷听。回来，不该问的别问，不该听的别听。嗯，是。不过有些事情不偷听又怎么知道答案呢？不可能吧？公主是什么身份呢？再说夫君还在里面呢。嘿！啊！子豪，子豪，你没事吧？前胸后背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谁让你突然冲出来的？我早就怀疑那丫头是昨晚的刺客，我提前做好了准备。你。夫君，夫君，夫君，王兄，本宫念你护驾有功，就不追究你妨碍本宫擒贼的过失了，还不快去叫人！啊，来人啊！有刺客！来人啊！来人啊！老身告退。夫君，夫君醒了。子豪，怎么样？夫君，火辣辣的疼啊！火辣辣的疼，火辣辣的小辣椒。大夫说你这剑伤无大碍，但是掌伤。务必细心照料，万不可再受此伤。别说了，全是眼泪。夫君。昨天的刺客难道？这刺客昨夜尾随我的马车，我就觉得必是你府里的人。这高丽婢女与寻常婢女颇有几分不同，我便猜想会不会是昨夜的刺客，因此便出手试探。公主下次再试探刺客的时候，能不能提前打个招呼？谁说我事先没给你打招呼？这婢女开口之前，我一直向你使眼色，是你一直无动于衷。我还以为你是……啊。啊！鬼臣愚笨，不明公主深意，请公主恕罪。算了，也怪本宫拖大。要不然，就凭这丫头的身手，别说刺伤人，就是连剑都不让她拔出来。只是，我有一点不太明白，公主有何想不通的愿闻其详？刚才行刺，这丫头的身手也太差了，与昨天马车行刺的大不相同啊。那到底是不是一个人呢？不像。可是刚刚下人从达赖的房里搜出了夜行衣。总之，事有蹊跷，此人在你府里绝不能逗留，叫我带走。啊，我先去看看。啊，夫君，让我起来。哎，哎，好，你不疼了。小侯爷。小侯爷，您的伤没事吧？没事，皮外伤。没事，他死不了，比我那一掌啊，不，比我那两掌轻多了。说，你为什么行刺公主？你到底是谁？从哪儿来的？要是不说的话，不单你一个人。全京城六千余口高丽王族都得做你的陪葬。对。等等，我说，但是我有个条件。将死之人没有资格谈条件。公主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，但请你放过高丽百姓。那就要看你说的是不是实话。我本是高丽南部怒撒城主，高南德君。我父深知大唐兵多将广，素不愿与大唐兵戎相见，力主罢兵。然而，高藏求战心切，不听我父劝解。我国兵败后，高藏却以我父扰乱军心为名，将我族屠戮殆尽。我也是在护卫的保护下，才得以侥幸逃脱。高丽兴亡，百姓流徙，我与护卫走散了，不得已才与高丽的降人一起没入了长安监护。完了。小女句句属实，
照你这么说，我大唐还应该封你一个一门忠烈，各为其主。我父祖和一心想要保护高丽，与忠于大唐无关。既然如此，你又为何行刺于我？我本欲隐瞒身份，伺机逃亡，但公主隐误绝伦，小女眼看事情即将败露，才做了拼命的打算。一派胡言，分明就是你昨夜行刺失败，今日被我抓住咬住不放，因此才狗急跳墙。行刺？公主冤枉，我并没有行刺过公主。夜行衣又作何解释啊？回公主，我一直都有逃走的打算，因此仔细研究过二娘子巡视侯府的路线。昨夜本是我逃走之日，但是二娘子巡视频繁，根本没有机会逃走。诡辩！小侯爷，我有话说。你说。借一步说话。好。说吧。达来不是刺客。你可别乱说啊。绝对不是。二娘子，这行刺可是大事，你可别想当然啊。这俗话说了，这人有演化的时候，马有尸体的时候，狗有闻臭的时候，就连那王八。行了，我闭嘴。你为什么那么肯定啊？回小侯爷，味儿不对。这二娘子闻味儿还真没错的时候。既然你都说味儿不对，子豪，这刺客一派胡言，让我带去刑部，看看是刑部的刑具硬，还是他的嘴硬。公主，公主，刺客另有其人。你说什么？公主，二娘子虽然晚上看不见，可是她闻过的味道可以过鼻不忘。达来身上不是刺客的味儿。你确定？我的人，我信。果然没有任何内力，这架势也跟那天行刺的刺客不像。但是不管他是不是刺客，但刚才的公主，子豪斗胆替达来求个情。求情？他刺你一剑，你还替他求情？公主，这女子也是苦命之人，本来出身尊贵，却流落长安为奴，方才被咱们一吓就乱了方寸。如今长安城有上万高丽俘虏，如果此事传出去，就算公主不追究，皇上怪罪下来也会杀尽俘虏。况且刺你一剑本无大碍，只是背后这崔心长。好了，今天看在你们小侯爷的面子上，就饶你不死。若今后再欲行不轨，不光是你，全京城所有的高丽百姓都得给我埋葬。要记住了。还不快谢过公主！谢公主不杀之恩，谢公主慈悲为怀，放过高丽百姓。啊，快送送公主！是是。夫君，兰陵公主打算如何处置达来？我看呀，先找人给她疗伤，其他的以后再说。疗伤？她行刺公主还要给她疗伤啊？以后再跟你们解释，先找人给她疗伤。快去啊！哦。哎，小红，啊，你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栓子，嗯，养伤期间，你负责看着达兰，嗯，也要看住二夫人，别让他们俩见面。二夫人脾气暴，容易伤人。明白。二娘子，如果达兰不是真正的刺客，那真正的刺客
你有什么印象吗？闻起来也是女人。娘娘，我二人夜探侯府，几经凶险，终于查探出兰陵公主与王修的秘密。说，这兰陵公主经常来往与王修家，明里二人是有私情，暗里勾成结党，密谋。怎么这私情还有摆在明面上的？这恐怕就是王修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之计啊，足见其精明。嗯，我好好想想。你们两个先下去吧。是是。你怎么看？主人料事如神，经在下那晚试探，兰陵公主确实身子不便。你确定？是，而且那王修爱护兰陵公主心切，竟为公主挡箭，可见二人关系绝非一般。两人要只是私情，倒是与本宫无干。先前救下李绩，现在又和兰陵救吧。千寻，你去王修身边查查，看他除了与兰陵，还与什么人来往。是。公主慢走，欢迎常来哈。本宫知道你这伤无大碍，以后会常来的。啊，二位夫人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我跟公主还有很多国家大事要商量一下。哎呀，公主，那天皇上跟我们说的那个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呀？是不是可以啊？这几日也就现在能跟你单独说说话。事发突然嘛，谁能想到你居然两次遇刺，又有谁能想到最后被刺的都是我呢？而且还挨了两掌。嗯，没想到你这小熊掌还挺有劲儿的。以前呢，我都不相信什么功夫，但现在我才发现，原来是那些人都没传下去。要真是传到后世，参加个什么奥运会啊，还不把那些练跆拳道的、练拳击、练什么柔道的都打趴下才怪呢。夫君，你这絮絮叨叨一大堆，我一句都没听懂。不过我听得出来，你这是在夸我。啊，我就是感慨一下。哎，对了，那天我发现你这个马车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，刹车不太行了。后来我做了一个刹车片给你，昨天已经叫人安到你的马车上了，这样以后你出行就又方便又安全了。夫君，我这肚子渐大，过两天我这想出门也出不了了。要是你这个没良心的不来陪我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哎呀，放心吧，兰兰。哎，还有，那个高丽丫头刺了你两箭，你却放过她，你不是看上她了吗？我看什么上？我也不能看见一个姑娘就看上，看见一个姑娘就往家领啊！我是那样的人吗？真的？真的呀。好吧，本宫姑且相信你一次。那你别送了，先走了啊。慢走哈，兰兰。恭送公主。公主千岁千岁千千岁，报。好，你走吧。行了，今天到这儿，明儿不许迟到，一个都不许迟到。走。看来最近大伙的日子都不好过呀。吐蕃局势紧张，按现下的发展来看的话，这一仗算是在所难免了。不过现在首要问题是什么时候开打，哪个方向先开的？估计两里二位老将军正是最挠头的时候。战事一开，生灵涂炭，最好能不打就打。哎，子豪兄，你这语气不像是兵部的语气啊！在兵部，哪个不希望一将功成万骨枯啊？这样才能加官进爵呀、啊。更多的不都成了枯骨了吗？你怎么看待战争？我不想当什么枯骨，对做将领也没什么兴趣，所以就在军部谋了个闲差。不过我觉得吧，有的战争是为了避免更多的战俘，有的牺牲呢是为了减少更大的牺牲。唯物主义，很辩证，不错。
天涯何处无芳草。今天尚早，不如去 club 坐坐。club， 走。兄，哎，王兄，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杜国富，认识？杜国富，哎，怎么回事？杜国兄还真是有点邪性啊！子豪兄谬赞，你自己转转啊，自己玩吧。干嘛呢？成交。德昭兄一早就来了，吴姑娘在哪儿，德昭兄就在哪儿。嘿，哎，别闹，打他，嗯，打他，哎，干什么？曹兄，什么时候来的？刚来啊，就跟独孤父一块儿过来看看。独孤父。独孤父也来了啊，程小公爷，啊，子豪，啊，独孤父怎么来了？怎么了？他这里有问题，看着挺正常，那是假象。不会吧？独孤父他只是有点不拘小节而已。以后你就知道了。子豪兄，在下有一个不情之请。怎么了，讲。哎，干嘛？我们这儿不带桑拿的。干嘛？在你这儿卖羊肉。啊？卖羊肉？招聘女公关。提成加底薪，月入轻松破百两，要求容貌较好，有原从业经验者优先。有疑点。苏老将军急报，梁将军，终于开打了。怎么了，吴姑娘？对不起，经理，我走神了。没伤着吧？没有。没有就好，赶快收拾一下。吴姑娘。程小公爷，不疼啊！来，我给你吹吹。程小公爷，我有点担心秦公子。啊，不用担心秦玉，啊，有苏老将军在前面镇着呢，秦玉没事。吴姑娘，你要是真担心秦玉的话，你就跟我们来喝酒，喝了酒以后就什么都不用担心了。对对对，来，咱们喝酒。适量一杯，小气。Thank you.
士们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现在到了报效国家的时候，有没有怕死的？没有。有没有？没有。为我大唐奋勇杀敌，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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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夫人起这么早啊？夫君不也起这么早吗？昨日吐蕃战事骤起，这一夕间，又不知道有多少大唐男儿从此再无机会见这天宫。夫君是想秦玉了吧？秦玉得我真传，虽初上疆场，但堪比大唐一些名将。我只是担心秦兄太过英勇，以至于……夫君，我一妇道人家，不懂什么建功立业，但却懂得人各有志这句话。秦小公子一心精忠报国，相比于病榻，我相信他更加愿意马革裹尸的归宿。理是这么个理，可是我这心里……搜索阵型，子恒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什么都说不出来。同感。哎，宝，大人，大人啊，哎，你们这是？坚持住啊！无论如何，苏老将军要坚持住啊！但是，据前方报信儿，吐蕃兵起20万。嗯，王兄和独孤富到了没有啊？啊，再不到军法从事！老将军，啊，左武卫王兄参见各位老将军。吐蕃贼子竟敢冒这么大的风险，掐着时间算，
几乎是同程老将军一起动手啊。这下苏定方那儿要比原定的时间要多扛一个月啊。真混账，这一个月灭国的时间都到了啊，可恨呐。将军，苏将军手下兵力30000，再加上吐玉魂友军60000，我90000大军或可抵挡一阵。还放屁，要是90000的唐军加上苏老儿，那吐蕃就是多一倍的力量，我也不怕呀。哎呀，可那个吐玉魂呐、啊，他是一支乌合之众啊，他毫无战力呀、啊。可是那我大唐出去。是是。是啊，吐玉魂虽有兵，但无法，而且两家合兵却无统一指挥。万一吐玉魂溃败，扰乱士气，那苏将军凶多吉少啊！呀，什么凶多吉少？啊！再出此言，军法从事。属下无能，将军恕罪。出去。20万，就20万。这探马一天3次去探，都没探出消息来。回来后，这帮人全部军法从事，军法从事。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？末将有一妙计。哎，有法子就赶紧说嘛。缩短防线，让出吐玉魂。集中兵力过守唐吐边界，他吐蕃虽兵多势众，但训练及装备难以同我军抗衡。这，干活呢？你别给我卖关子嘛！这吐玉魂可作为弃子，保我苏将军大军无恙。这样待驰援的程老将军。哎呀，混蛋！弃子，弃子的馊主意都出来了，啊！以后谁要再说弃子，军法从事。看来今天说什么都得挨骂，一会儿要是问到咱们俩，可小心点。大梁，不弃，咱谁也不弃啊！别生气啊！大家还有什么建议没有？哎。畅所欲言嘛，这开军事会议啊，最忌讳是违拒不言。畅所欲言，畅所欲言嘛，啊，大家说说。某将认为，可紧急调派关内元首，五卫的位置用关内的府兵代替，五卫所属各部，差你娘的，差。脑子让狗吃了，啊！那关内还剩几个人呢？啊，把左翼五卫都拉上去，你怎么把北门上屯田的卫士也拉上去五卫呢？啊！上去，上去，拉上去！拉去，拉去！哎，王兄，来，你留着。哎，王兄，你说有什么想法？这个，要是谁敢说没主意，没有意见，军法从事。报，报，你去吧，你们都下去吧，啊，到东厅休息一下。战事不妙啊！吐玉魂定然不保啊！整个大唐能如此看清形势，做出此番断言的，不过2-3人耳，在下佩服。可是梁老头不这么想啊。其实梁老将军早就知道了，
只是放弃吐玉魂，两老一派就失了面子了。争执领导战争啊。小侯爷，我家主公在外等候，有要事相商。我去去就来。啊，好。主公，公主，进来。啊？哎，公主。夫君。我知道你最近在军部忙于战事，本宫本应不该打扰，只是我知道你想我了。哎，日日思君不见君，共饮长江水。日日思君不见君，共饮长江水，真好。夫君说的像是诗，但又不是；像是白话，但却更精致。这叫歌词。将来流行起长短句，比这好的很多。这几天这孩子一直在我肚子里闹腾，一点都不安生。我想肯定是个男孩，像你。哦，男孩像我闹腾，那女孩像你呢，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。嗯，怎么了？我明明知道夫君是在跟我开玩笑，可是我这心情不知道怎么的就突然间低落了下来。你经常这样吗？是不是经常心烦意乱、失眠多梦、老忘事儿，而且还无缘无故的想发脾气？这是跟我还拘着点，要是跟别人，早就一个大巴掌呼上去了。夫君，别撒娇，问你呢，是不是？是，那这是不是病啊？嗯，说是，他也不是，这叫产前抑郁症。是因为激素水平影响的，要想解决呢，就要多运动，多接触大自然，少想那些乱七八糟的。最重要的还是……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还是有家人陪伴，有个人陪你好好说说话。好了，夫君，你快走吧，别耽误了正事儿。兰兰，我没事儿。你为了待产独守别院，心里边一定挺苦闷的。本来还希望我这个孩子他爹能陪陪你，跟你说说话聊聊天，没想到最近杂事不断，真是难为你了。夫君，我既然决意为你生子，便早就做好了这些准备。我知道你确实是忙，所以特地过来见你一面。我发誓这次这些事儿忙完之后，再有天大的事儿我也不去了，就陪你。嗯，好了，快走吧，别让军部的两老头说三道四了。嗯。那我走了。去吧。子豪兄，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哎呀，苏将军与吐玉魂联军与吐蕃会战，吐玉魂临阵脱逃，苏将军全军被围，形势危急。什么时候的事？3日前。报！吐蕃贼子，安敢如此？报！王家小子，杜小子，跟我来。Yeah!
人，我们就剩20多人了，我们快撤吧！你给我滚！就算全军战死，也要被苏将军投喂食的。临阵夺刀者，斩！杀！探报最新来报，苏定方老将军已经突围成功，现下正固守咸阳。不过，兵力损失过半呢。这是2天前的消息了。报！快说！于田于前日突袭秋瓷，秋瓷县百姓屠戮殆尽。哎呀！哎呀！行，你先下去吧。老梁，现在是于田和吐蕃联手攻我大唐，我腹背受敌，苏老将军也是危如累卵呐。你们两个有什么要说的？苏将军手下人马皆为关中子弟，个个都是训练有素，装备精良，论战斗力，论经验，那都毋庸置疑。别扯这些有的没的了，那苏老将军什么精良我还不知道，你说些有用的吧。吐谷浑虽作为背弃略方，但是军民一心，同仇敌忾，也算是占了人和。依我看呢，一有大唐精锐和当世名将，二又有我朝强大的后勤支持，三又有吐谷浑，军民一心，同仇敌忾，所以我觉得只要我们做好守势。杜姑婆，你怎么看呢？我与子豪兄所见略同，都认为吐谷浑不保。啊，你说下去，啊？我跟子豪兄都认为吐谷浑不保，只是碍于苏将军威仪，不便明说。哎，你接着说啊！如果胡言乱语，小心我军法伺候。既然梁老将军问计，末将不敢不说。吐蕃地处高原，辅攻吐谷浑可谓是一马平川。吐蕃于田联军兴盛，正值势雄；苏老将军新败，正值势危。虽然吐谷浑号称有60000之众，但帅不能将将，将不能御兵，战力堪忧。此外，吐谷浑可汗有意将百姓迁往我大唐内地，战役亦堪忧啊，此为人和。此时呢，天气逐渐转凉，而我们与吐蕃的拉锯战很可能持续到大寒的前后，而我大唐将士多为关中子弟，不善御寒，此为天时，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利我，因此吐谷浑不保。哎，这说的有道理啊。哎，王家小子，以后有什么就说什么啊。你还怕我把你吃了？什么说有的没的？这梁老将军冲你发脾气，拿东西扔你，也是为了你好嘛。是，谢老将军栽培。这样吧，你们两个呀，一起琢磨出一个作战书略，明天报呈军部啊。诺。你要再敢敷衍了事的话，就军法伺候。诺。这俩呀都是人才，一个是鬼才，一个是怪才，就是还欠磨练呢。嗯，是啊。哎，你说这个吐谷浑呐，老梁，现在是人命关天，可不能再意气用事了。昨日烛火半边，周相随。
经理啊，就他了。不行，我还得再考虑一下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我想看下一个。等等，我还有一个关于我爹爹的故事要讲。对不起，我调整一下情绪。那是20年前的一个冬天，北风吹，雪花飘。爹爹已经出门躲藏7天都没有回来了，就连三十的晚上他也没有回来看我。顾兄，我这人员混杂，为什么到这儿来商议啊？子豪兄才智过人，压根没想过跟我一块拟定吧？来这儿啊，就是为了放松啊。你不是也没想着跟我一块拟定？欢迎光临，请进，请进。是姐夫，董事长，那是千寻。啊，这不是不是，这怎么回事？出什么事了？太惨了！啊，谁死了吗？千寻真是太惨了。子豪兄，这么漂亮的姑娘，还有这么惨的身世，真是太难得，太人才了。那这么说，他是被录用了？对，没有啊，这咱还不用？试用期一年，试用期一年，管吃管住，不用工钱，过了试用期，每个月3万钱。啊？之前不是说好试用期3个月，过了试用期20文一个月吗？大家都这么惨了，管吃管住就不错了，这3万钱我都觉得给多了。哎呀，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呐！谢谢姐夫夸奖。经理，经理呢？我主要干点事儿。哎呀！20文！哎，兰兰，慢点，慢点。哎，过台阶了。不是说最近忙，就让你别来了。家事国事天下事，事事关心。何况公主的事，又是家事，又是国事，又是天下事，我怎么能不来关心关心呢？要不是靠这张嘴，真能熬。好了好了，一说你就没个正经。本官问你个正事儿，吐蕃那边的战事进展得如何？我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事儿，出门少又不敢见人，所以一直也没个消息。苏定方将军新败，退守仙川。于田偷袭，秋瓷重镇，百姓屠戮殆尽，情势不妙。唉，这下皇兄又该担忧的整日睡不好觉了。如果现在我在他身边，你要在他身边，他天天看着你这大肚子，更没法睡觉。你虽然是贫嘴，但倒也在理。哎，梁老将军有什么退敌之策啊？梁老将军的退敌之策就是没有退敌之策，他让我跟独孤父想办法去。独孤父？怎么你认识啊？独孤父是我的外甥，是安康公主的大儿子。你外甥？你还有那么大个的外甥啊？还是个精神分裂症。什么是精神分裂症？石新峰，怎么了？这孩子真是可怜，自从独孤父家里一场变故之后，他的行为就有些异于常人，过了几年之后就越发怪异。我听说，你可不许取笑啊！我听说，天天出门带把刀，到谁家给谁割羊肉，是不是？全长安城都知道了，我天天看着他，我还不知道？哎，你跟我
说说他们家到底出什么大事了，变成这样？谋逆大